降临，人间真有幸，为解苍生难，今生欢喜生，耶稣真圣人，全心解劫云，为解万民要报爱，消灾救痛困，叮当叮叮当叮，基督救苍生，叮当叮叮当叮，基督多慈恩，叮当叮叮当叮，大家要感恩，圣诞节真热闹，欢声世上闻。耶稣只降临，人间真有幸，为解苍生难，今生欢喜生，耶稣真圣人，全心解劫云，为解万民要报爱，消灾救痛困，叮当叮叮当叮，基督救苍生，叮当叮叮当叮，基督多慈恩，叮当叮叮当叮，大家要感恩，圣诞节尽热闹，欢声世上闻。玉娟姐，你真系唱得好啦！你过奖啫，听讲你都会唱歌噶啊！嗰支梦的衣裳啊，玉娟啊，而家妹冇梦又冇衣裳啊！大哥好唔会讲笑，大哥，我哋搵件礼物嚟庆祝埋76岁寿辰啦，好嘛？好啊，啊呢次我哋两兄弟都唔知去边处搵件别出心裁嘅礼物翻嚟啊！点解冇啫？是大哥和玉娟姐的婚礼啊。以前和你的婚礼仲好啊。这句说话最啱听了。咁你话我哋几时啊？你癫咗啊？穿煲啦。你想俾阿曼娜我哋兄妹乱伦咩？係喇，兄妹点可以结婚㗎？佢哋嘅情形係特殊嘅。我话可以。係喇。哎呀，唔好嘈阿曼你啦。阿曼你得啱啦。快啲化妆，我哋化妆嘅舞会正式开始啦！义海啊，你咪搞佢老人家啦！呢、這个纸面具咁肉酸嘅，妈唔好戴啫。吓、啊，唔紧要，等我都嚟邓下高兴啦，俾我啦。好嘢，姑姐啊，帮阿嫲戴埋呢对大耳环，呢串手镯。咁阿嫲呢就十足似一个吉宝赛嘅算命嘅人。我啊真係会算命㗎，你哋信唔信啊？我唔信。我信唔信啊？嗱我呢就算出我哋出年呢就要办喜事，以海娶阿玉娟过门。阿妹呢你又满面春风，大概都是好事近啊。我不嫁的，除非阿嫲陪埋我一起嫁。咁都有。哎呀，我啊真是个有福之人啊。你哋个个都咁好。啊嗱，快啲播音乐啦。啊跳返只咩阿哥哥阿弟弟啦。跳起嚟呢就好似马骝抽筋嗰啲舞啊。快啲啦嘛。OK, Mousing! 阿妹啊，阿嫲想出去花园度坐下，你陪阿嫲呢好吗？好啊，我扶你出去。呢树好凉爽啊！系啊，你坐低啦。我有件事想要问你嘅。哦，咩事啊嫲？你究竟是不是我的孙女？妈，为什么你这样说的？我知道你不是阿妹，不是我的子女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你未来之前
我就怀疑我的孙女已经不在人世，祖孙之间有种血缘关系，有种心灵感应，但是你的确好像我的孙女，面貌身材讲话举动样样都咁似，而且你表现得好逼真。对唔住，系佢哋。我好感激你就真，我唔会怪你嘅。你叫咩名话？杜雪晴。杜雪晴都几好听啊！我都是叫你做阿妹啊，叫顺咗口啦。你呀真是怪，你的心地一定好善良，咁先至会接受嗰两兄弟嘅提议嘅。阿嫲，咁你点解会怀疑子玲已经死咗嘅？我可以证实添，因为嗰日我在二船间房抄出三年前一张电报，我的孙女真的死了。那为什么我来的时候你不揭穿我？你们个个都想哄我开心，如果我揭穿你们，就会很失望。阿妹，我有好多心事，如果唔同你讲明，我惊住以后就冇机会讲噶啦。妈，咁你讲咧？你知唔知道？以前好爱你啊，阿妹，你肯唔肯做我嘅孙心抱呢？妈，我讲啦。唔好怕丑啊！我恨咁我真系死而无憾啊！妈，你唔会死嘅，你最少可以食到100岁。傻妹，咁我咪变成个老妖怪咯！阿妈，你说风猛啊！我哋翻入去睇佢哋跳舞咯。啊，好。